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是不定期更新的好物推荐，然后今天是好物推荐，吃安利否？就要叫好物推荐，反正是我做的很亮。不，这期就要叫好物推荐，我不拍了，你拍吧。然后今天是冬日特辑，为什么是冬日特辑呢？因为最近有很多同学问我们冬天是怎么护肤的，然后就推荐了一些主要以保湿为主的一些护肤品。第一件，金美晶的 3D 面膜，价格是代购大概是一盒50，一盒一盒5片，这是我们上次去日本买的嘛，之前有听说过这个牌子，但一直没用过，买了挺多的，回来试用了一下，发现它真的还挺不错的，因为这是我用的唯一一款能把你就是几乎整个脸都包裹住，包括鼻翼这个部分都包裹住，就除了鼻头这一小的部分吧。而且我不太喜欢那种蚕丝的面膜，我觉得太薄了，敷着没感觉。蚕丝的多舒服，就是这种棉布的厚重的，然后满满的精华把你的脸都包裹住的感觉才好。然后它有其他橙色的滋润款和蓝色的美白款，但是你想它就一个10块钱的面膜，它能把保湿做好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就其他的功效的话，就我觉得可能效果也不会太好。然后也是推荐大家买这个粉色的保湿款。然后是第二个，这是个国产品牌，叫透蜜黄金活颜精华液，它的价格是79，买一送一，30多块钱一瓶。对，39.5块一瓶。这个我们俩用了6、7瓶，对，6、7瓶都有了。就是一个日常的基础的保湿的一个精华，它官方是有宣称它里面有加金箔和烟酰胺原液。是有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金子，如果是金子，这一瓶里的金子也太多了吧。反正抹到脸上之后就没有金闪闪的了，一推就推开了。然后它的材质也是那种比较清爽的，虽然它是精华，但一点都不油腻，容易推开，吸收的也挺快的，然后保湿效果也不错。里面这个烟酰胺原液是有美白的嘛，但我觉得它可能加的不太多，就美白效果几乎没有。一个30块钱的精华能把保湿做好已经很不错了。它还有其他颜色的其他款，也是主打不一样的功效，有抗衰老的和一些其他的，但我就推荐买保湿的。30块钱做好保湿。对呀，30多块钱这一瓶，一个人用一晚上大概用30滴，但是林达每回都用一整管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他脸大还是怎么样，他用什么都用的特别特别多，不怕涂不匀。这个很容易就推开了，我觉得就2-3滴就完全可以推得开啊，这一瓶用一个月绝对足够。下面是第三个小绿瓶，欧玛橄榄精华。这个还是大叔送给我们的，这是一个4.5毫升的试用装。之前我一直不怎么长痘痘嘛，然后就也没什么用太多祛痘的产品，但是最近我在刷酸，就刷阿达帕林嘛，然后它就会让你的闭口都长成痘痘，而且它特别特别的干，特别是我们在游轮上的那一天，游轮上一开空调也特别干，结果痘痘又红又肿，然后又起皮，我就用了一下这个，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涂嘛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痘痘基本早上起来都不肿了，而且起皮的地方基本就不起皮了，效果还挺立竿见影的。然后因为它里面有维生素 B5 嘛，它还有修复功能，就是说你太干燥太敏感用这个能达到修复，然后你要长痘的话它有抗红和消炎的效果。前两天我感冒不给鼻子起皮用的这个、对，擦鼻涕嘛，把这个鼻子都擦破了，基本用这个一两天就好了。它里面是油质的啊、还挺油的，它就是它虽然是油质的，但是你涂上之后会稍微有一点干，如果你是干性皮肤的话，用完它之后一定要再叠加一个保湿产品，我觉得它最适合跟它一块用的就是那个阿达帕林，因为很多长痘痘的人或者长闭口的人会用阿达帕林嘛，那个就会让你长痘痘，而且皮肤非常干，我觉得跟它这个搭配着跟阿达帕林一块使用效果是最好的。然后我目前是在这么用，然后基本脸上的闭口最近发的就差不多了。然后阿达帕林是药嘛，如果大家要用的话就一定要去询问医生。好，下面是今天的最后一件 ES 润唇膏。好吧， ES 是它的缩写，全程怎么念我也不知道，打在这儿，打在这儿，到时候是一个日本的品牌，这个还是马仙姑送给我的，而且这一个也要用完了，其实我都没用过。你懒，因为我们俩其实都嘴唇都比较容易干，就冬天的时候才想起来用。这个用马仙姑的话说就特别的润，润不是润是润，真的就挺润。它里面是，哎，要用没了，看不清啊。它里面是粉色的一个膏体，但是它没有任何颜色，就没有颜色，没有味道，我这点非常喜欢。我就不喜欢往嘴上涂的东西还有味道，而且真的非常的润，它真的还挺润的。涂上之后你就感觉有一层就厚厚的东西就把你的嘴唇包裹住了，反正就涂起来还挺润的，而且主要是它没味道，它保湿效果也挺好的。它有官方的旗舰店，然后是国版的和日版的，他们说没什么差别。然后这一款是多少钱？
39的男生冬天用过润唇膏很正常，特别冬天在东北的话，或者在北方你开暖气的话，嘴也比较容易干，容易起皮。好，男生都应该有润唇膏。要不然就是你要的嘴的唇纹太深了也不好看，对吧？然后官方说就是，哎，官方宣传的总是很好，说它里面富含维 E， 然后有芦荟，能淡化唇纹。淡化唇纹我是没有感觉到，因为我唇纹也不算特别深，但是它保湿效果确实还 OK。 Yuki Yuki， 你要涂润唇膏吗？你都没张嘴唇。Yuki 来给大家说拜拜。对这种很高很高，呀呀呀呀，又。